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宣布，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、外交部长王毅将于4月18号至23号应邀对印度尼西亚、柬埔寨、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正式访问，并主持召开中印尼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第4次会议，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第7次会议。中国和印尼、柬埔寨和巴布亚新几内亚。 同处亚太地区，同为发展中国家，是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、共同发展的好朋友、好伙伴。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，中国同三国的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。中方同印尼、柬埔寨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，同巴新持续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 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不断深化，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落实习近平主席同三国领导人重要共识，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推进中印尼、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，为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能，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。中方愿同三国及地区国家一道。 加强团结合作，维护和平安宁，为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。